为响应国家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策号召，博雷顿致力于研发以新能源燃料为动力的工程车辆设备。本次研发的 BRT951EV 电动装载机，整车工艺优良，装载驱动强劲，驾驶体验舒适，绿色环保无污染，适用于港口、矿区、钢铁、煤炭各大领域，特别适用于砂石和混凝土行业。整车工艺，五吨机型，铰接轮式车架结构，航空座椅减震密封优化，配置液晶可视化显示，增加动力系统缓冲防震处理，全驱动刹车传动系统，配合前后气液碟刹装置，有效提升装载机操控性能，帮助驾驶员获得更好的驾驶体验。装载驱动，轻松负载5000公斤货物，最大扭矩达2000牛米，速度和效率上对标传统燃油机，同等工作量，节约燃料成本45%至60%。绿色环保，高效驱动电机与成熟双电系统，毫秒的响应速度，使电机动力来源更直接，实现零排放无污染。BRT951EV 电动装载机每年可减少130吨二氧化碳排放，全生命周期减排可达1000吨，为国家环境保护提供力量支柱。博雷顿纯电动工程设备研发团队将持续与客户合作开发真实应用场所下的电动工程车辆设备，发展自动驾驶和遥控操作技术，以促进未来更加符合用户期望。给我最大的价值感就是这款车是力气比较有劲，噪音这一块还是相对比燃油的话还是要小，易上手，易操作，驾驶这方面优点还是蛮大的。这款车的最大的优点就是零排放、零污染，可以快速充电，正常满足我们这个装载环境的话，4到5小时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使用这款车感觉还是比较好的。